你每次出 trip 咧都系带我去食菜，但系今次竟然系食鸡，因为实在太好味啦，讲太多，你快上去啦。首先咧就要写低你个太阳电视位。哇！呢间嘢好似真系好犀利咁，晏昼都要排队啊！因为呢度嘅鸡排超级邪恶。因为咧呢度啲鸡排咧，全部都系店入面啲人帮你炒完之后再摆落嚟，就即刻有得食。咁所以就需时咧就要廿分钟到啦。咁所以佢中途呢个时间咧就会俾啲薄饼我哋自己煎嚟食。試下 Abby 煎嘅手勢先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埋好脆啊！我覺得這個呢個煎的時候一定要記得呢、叫它整薄，淋個醬薄一點，然後慢慢煎，那就會煎到很香脆。到底這個雞有多邪惡呢？它用了兩種芝士，一種車打芝士和一個不知什麼普通的芝士。這裡有了有了，來啦來啦。个鸡咧嘅味道咧系好香浓嘅，咁咧佢都我哋叫咗个小辣啦，咁个辣度其实就系好似你平时食辛辣面嘅辣度啦。佢虽然咧佢系一个炒鸡啦，咁但系佢仲系好香滑咯。就算咧我哋其实可能已经食咗十分钟啦，但系入边啲肉都仲系好嫩口，好好味啊！呢度嘅拉丝可以几邪恶，不如阿茶我哋嚟个比赛，我哋斗拉得高啊！一、二、三。长到可以我嚟跳绳啊！好好味啊！好好味啊！好味啊！好饱啊！好饱啊！其实我好早之前已经饱咗啦，但系因为太好味，所以 keep 住系咁食。啊，阿 Sa 几钱啊？呢个餐26000一位。14000，我哋每一個人14000，但系咧就一定要兩人份咁計嘅，即係所以就26000，跟住我哋再加咗兩個面，再加咗個番薯 ，total 32000。32000，32000即係圍翻港紙83/24，240蚊左右咋，阿灣，好抵。其實兩人份三個女仔吃到已經真的很足夠，因為如果你真的應該走出這個門口咯。雖然很飽，但我也想吃多夠。我也吃到最後一夠。